回先生盖走我。我是一位好总统吗？你烂透了，你上次把我整得好惨啊，害我在台湾地区的业绩很差呢。台湾曾经有段历史里真黑，但是这时出现一个人叫李登辉，年轻人可能不太认识这位老伯伯，没关系，我来告诉你他的丰功伟业。挑战独裁势力，换下万年国会，宁静的改革没有在怕别人得罪，我们的革命没有血流和冲突，对比了六四只有野蛮的征服。不管你认为中华民国是怎样的领土，都不可否认没有他的话就没有民主。或许你认为那只是一段历史，你只在乎这周更新有没有 One Piece， 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民主其实得来不易，先人流了多少血汗和鼻涕，最终才换来了胜利。我们生来便享受却不以为意，和平的真谛就是自由的生命。你问我阿辉伯的贡献在哪里，我简单打个比喻，就好像你的女孩告白求答应对方说，除非天上掉下一片葱油饼，他在二楼刚好吃着顺手丢下去。兄弟，我只能帮你到这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了。台湾啊，要靠你哦。